大家看看这石头上，石头钢筋上穿的石头弄这么多，一排一排的，这是干啥用的？有没有知道的？它就都是水泥，全部都是水泥的话，都是水泥。哎，这都是石头，我讲。这个石头挖在耕地里面，好像地里面啊，最早期都是耕地，被上面知道喊拍拍的了。你这个原来是有的是耕地啊，你为什么来去做停车场？上面要在那整改恢复原来，然后他现在是拖梁换柱，就是说把水泥地不但没有拆掉，就把土运起车。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，不受财团政党影响，真实感言。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、两岸议题，或者想要寓教于乐、丰富人生，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。订报专线0800566688。